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课程呢，学习到《无量寿经》第六品的经文。那这一品呢，也是《无量寿经》的核心。发大誓愿第六。我们听师长讲经啊，常常提到我们要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那这句话我们从佛法的彻法圆底的义理一切法从心想生呢所以极乐世界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心想生了。所以假如我们的心我们的愿呢都跟四十八愿不相应啊那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托彼依正呢显我自心呢我们看到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呢升起向往之心啊老实念这一句佛啊那就深深的唤醒自己了所以这个静修结要第十一拜这禅静不二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所以这一句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我们世间也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呢龙交龙凤交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所以这个相应二字还是很重要所以就像无量寿经当中阿弥陀佛说到他的愿是一切皆成佛那我们的心呢有没有祝福一切众生呢皆成佛这个就是心愿要跟阿弥陀佛相应了那我们可能看到有造恶之人呢可能我们还会起对立的情绪了那这个就跟一切皆成佛不够相应了就像我们念回向文呢净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这句话假如从内心深处念出来那慢慢慢慢的就不跟任何人对立了我们在轮回当中也有可能有一个性情就是嫉恶如仇这个在世间来讲很有正义感
但是这一个不放下，不能出轮回，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因为大乘佛法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慈悲在什么时候提起来啊？见到恶人的时候要提起来啊。说啊，他们仗势欺人呢。那我们已经修行了，我们要有前后眼了。现在他仗势欺人，接下来呢？人生好短啊！可以仗势欺人的人，他有一定的福报啊。他那福报从哪里来呢？前世修行来的。因为他前世也是修行人呢，这一生迷糊啦。一迷糊，接下来呢？接下来是三途一堕五千劫呀！那我们这么一想，那还跟他起对立情绪吗？而且《梵王菩萨戒经》说了：“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啊。”那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啊。这一生迷惑了，我们学了佛经了，随顺经典教诲啊，佛菩萨教诲，不随顺自己的习惯呢，改变自己的性格啊，没有听说过哪一尊佛菩萨很有性格啊！有性格，怕有棱棱角角啊，就可能刺伤众生呢。所以佛菩萨没有性格啊，恒顺众生呢。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这一句话我们就反观了。我现在有没有跟哪个亲戚朋友在较真呢？在闹情绪啊？这个就是性格了，顶着了。那我们就跟这一句“菩萨所在之处，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不相应了。我们总都要往菩萨的这些修养去努力呀，去下功夫，这样才是学佛啊，才是行菩萨道。所以这个观照很重要啊，以佛菩萨的行持为标准叫学佛了。我们这个警觉性一没有啊，本来学佛以前的这个习惯了，就把我们又拉回去了。所以修行人都要很高度的警觉性。我们能这样思维啊，真的你看到造业的人呢，怜悯啊，看跟他缘分呢，具不具足，能不能铺垫因缘呢？提醒提醒他，护念护念他，当然这个也不能强求啊，原来没有成熟，那我们还是祝福他。每一次回向啊，给他回向，这个都是有力量的。那我们真的才在落实，一切男子是我父啊，一切女人是我母。尤其假如我们还受过菩萨戒了，
那我们就要跟菩萨戒相应了哦。那菩萨戒受了，那真的对待一切众生呢，就当做自己的父母来对待了。那我们的心才跟这个菩萨戒相应了。那相应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这一品经的学习啊，就格外是要下功夫了。我们真相应了。那就生则决定生了，一定可以往生了。就像这个我们说，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往生极乐世界的清净海会众菩萨，他们都是要配合阿弥陀佛度尽一切众生呢，现在看到哪一个人，哪一个众生呢，跟四十八愿很相应了，那这个海会众菩萨就跟阿弥陀佛说，赶快去接来吧，庄严我们的队伍啊，是吗？我们就配合的更好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念庄严佛净土啊，那其实我们在当下就要配合阿弥陀佛啊，接引众生了。这也是无量寿经啊给我们的指导。受持广度生死轮啊。这个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就当下闻了这一个法门，这一部经呢，受持，我们好好深入这一部经，解行相应啊，这个叫受持了。去例行了，给众生呢做好榜样了，这叫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啊！第一弟子就是这一份心就是给众生呢表法，让众生呢升起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呢，都能感觉自己一举手一投足啊不大一样了。为什么要给人家做榜样啊？你说这样会有压力啊。我想呢，这应该属于动力啊。没有这样的动力啊，这个无始劫的轮回啊，这个放纵是蛮习惯的。就顺着性情，顺着坏习惯了。有这样的一种责任心呢。一种愿呢，那做什么事情呢，警觉性就高了，会收摄自己的身心了，不会任性而为了。所以佛门为什么要持戒？儒家为什么要学礼？因为我们无始劫轮回啊，放任习惯了，没有透过这些方法手段呢，身心收摄不回来了。所以戒跟礼啊，是来成就我们，不是来给我们压力的。
啊，是压力是动力啊，完全是我们的心态决定的。心态正确了，那变成动力了，啊，不是压力了。哦，就像我们在小学任教啊，三十几个学生。我们想着要得给他们做好的影响啊，哦，那自己做什么动作说什么话警觉性就高了，那是动力了，哦，而且你越这么做啊，你就有受用了，哎哎，自己有一些进步了，哦，那对于学生，对在学校这样的环境境缘啊，生感恩心了。感谢学生呢，感谢这个教学的因缘呢，教学相长啊。啊，假如感觉是压力，哦，那就得装个样子啊，是吧？哦，然后学生走了，哎呀，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哦，哦，那这个台上的时候啊。也不是真心啊，下了台了也不是真心了。哦，那这样学佛很累的啊。哎，啊，我们那个责任心提起来的时候，哎，跟真心相应了。好，哦，而且做着做着也觉得，哦，戒跟理啊，跟我们的自信相应了。哎，做着做着，哎，慢慢也会有法喜了。啊，你看，像大家看我这个身材啊，就是性格就是比较急的人呢。哦，人一着急啊，就伤胃、伤脾胃，消化吸收就不好了，吃不胖了。啊，以前讲话也很快啊。所以我们心啊要越来越敏锐，能感受自己的状态，感受别人的状态，哎，感受自己呢，在慌张的时候身心安不安，你在很平缓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身心的受用如何，自己都感受了，那就不会好日子不过了。你看常常心是浮躁，这个对身心都是损害。大家感受感受，你着急着急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这个事情终于处理过去了，突然是吧，这个气一下来啊，好像全身都软掉了，这都算是一种透支的状态，还是啊。哎，做事情呢，都凡是预则立啊，比较有章法啊，然后这个按部就班，不着急啊，那个在整个过程呢，哎，都有受用啊，因为做事当中有佛法，有经典。做事就是修行了，好，所以这个观自在菩萨啊，观自己自不自在啊，啊，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啊，这个心念跟自性相应了，身心是安定的，清安呢。
这个念头跟自性不相应啊，那这个身心是不安的。印光祖师说，甚狂之分呢，在乎一念呢。修行的功夫啊，也就下在这个念头上面。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我们念佛的时候，很恭敬，字句分明，这是相应了。我们做事的时候也是相应啊。做事的时候真诚慈悲去做，去待人接物，这都是相应的。所以我们修行是正住双修啊，正修是念佛，住修呢断恶修善积功累德。我们用真心呢随时都在积功累德了。所以行菩萨道是各行各业都能行菩萨道。在商业界我们都是真诚去服务他人，那这个工作里面都是积功累德了。所以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工作，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啊，这叫不恶啊！我们要入不恶法门呢。假如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跟无量寿经啊不相应，其实就是跟真心不相应了。跟真心不相应啊，你做的事都是在应付了，这样会很累的。不止身累哦，心也会累哦。用真心啊，哪怕事情多一点呢，身累，心不会累。我们真正觉得心累的时候啊，这个也要反观呢，心用错了，才会觉得心很累呀。我们就有警觉性啊，关照关照，我这些处事啊、做事的心念。跟无量寿经相不相应？跟六度普贤十愿相不相应？就能找到可以修正、可以提升的空间了。好，那我们进入这一品经文。前面呢我们带一下复习一下。我们念一下经文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这句话是总说了，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接下来的每一愿呢，都是不可思议啊，而且都是参访了十方国土，优点都留下来，缺点不要，成就的具体的这48愿呢，好，无有地狱、恶鬼、禽兽、鸢飞卵动之类，这第一愿呢，国无恶道愿呢。那我们学佛啊，都知道啊，佛49年所说一切经啊，从世上呢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了。那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那是果啊，因是什么？
那边不造三恶道的因呢，当然没有三恶道的果了。那我们现在要往生没有三恶道的地方啊，那我们跟它相应的话呢，那我们就要少造三恶道的因呢、慢慢下功夫到不造三恶道的因呢、所以净土中呢强调随缘消旧业，不再造新殃了。你造新殃又造三恶道的因呢，那都还在造的话，那很难不去受果报了。所以我们这个三恶道的因啊，恶鬼影业是贪呢，地狱影业是嗔，畜生饮业是愚痴，这个贪嗔痴啊要去掉啊，要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啊。在这个这一集当中啊，我们有看到谈到啊极乐世界往生的人呢，都有六神通啊。尤其啊，这个谈到他心通，师长老人家说到了，你要知己知彼啊，教化众生才契机呀。你看现在当下。我们在教学的话呢，那要不要了解孩子的心呢？你说我现在还没往生极乐世界呢，现在我没有他心通了，你现在一心成就孩子啊，自成感通啊，阿弥陀佛会加持你的。而且圣人也教我们了，自诚之道可以前知啊。你很真诚的时候啊，你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状况了。这一句话是在《中庸》里面的，诚心呢，我们说诚则明啊，都可以感知到对方的心，对方的状况。那我们能够知己知彼啊，这个才是面对境界清楚。清楚才不愚痴啊！我们面对境界不清楚啊，很可能同样的错误啊，会在生活当中一直出现。学佛的人不能让同样的错误一直出现哦。学佛，佛是觉哦，要经一事，长一智哦。那我们不再造新殃啊，这个贪要越来越淡了。贪心起来了，佛号要赶快把它扶住了。不怕念起啊，此怕觉此啊。妄想千般皆不管，一声佛号要分明啊！
啊，佛号越来越多啊，贪嗔痴就越来越少了。君子道长啊，小人就道消了。哦，我们内心里面啊，好像有一个君子，一个小人呢。我们得常常给这个君子力量啊，不能给小人力量了。我们起个念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你就是给那个小人力量了。我们一提来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就给君子力量了。所以念头啊重要了。这个佛号越多啊，真的贪嗔痴就越来越少了。那一天这个多伦多的同修在交流啊，念佛。我们有将智景录当中夏林居老居士所教导跟念佛相关的句子这个档案也可以发给大家做参考念佛要法智景录的这个到时候再请我们工作人员发到群里结果一谈呢，有一位同修啊，他就说：“好难呐，那个眉头皱得很紧啊。”我就跟他交流了，我说：“现在难不是在境界上啊，难在念头上。”好像接下来老和尚也讲到了。障碍不是在境界当中，障碍在念头。我们想一想，老和尚遇到的境缘难不难？他老人家没有被障碍啊，还在这些境缘快速提升呢，所以境缘障碍不了我们了，我们的念头才障碍得了自己。那一天。我们汉学院一位吴老师他博士毕业了我们第一批呀、子弟兵回来教学了，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鼓舞的我相信，假如在学校服务的有一天你以前教过的学生呢，回来你学校任教我相信你会非常安慰了，是吗？他跟同学们分享，他怎么完成论文的？可能我们一想到要报告完成论文了，是不是讲一些方式方法结果他分享什么呢？他分享了三点。第一，放下难的念头。第二，放下快，求快的念头。第三，放下对学术的成见。功夫都下在哪？课念。这个因为刚好最近跟我们汉学院本一的同学在交流这个四书的课程。四书首先呢，我们先学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什么是本，什么是末我们
以树来比喻了，本就是它的根呢，根本呢，末呢，末是树叶、花朵啊。好，那这个水要浇在哪？你不能浇在末上啊，浇在本上啊。本乱而末治者，佛矣啊！啊，我们今天心从根本修啊，起心动念了、啊，我们都不克制自己的贪嗔痴，然后说我能齐家，我能利益众生，那是末啊，不可能的，佛矣啊！啊，所以老和尚还特别。在《吕氏春秋》当中啊，把一段话啊写成墨宝啊，我记得写在一个扇子上面了。啊，凡事之本呢、啊，必先治身，成其身则天下成，治其身则天下治。为天下者，就这个人是治理天下的人。为天下者，不与天下于身。在自己的身上下功夫，在自己的心地下功夫，这个是下到本上了。就像我们当人家的父母的人，当人家老师的人呢，哎，我们时间精力都是花在教孩子身上，啊，给孩子讲道理上。还是花在自己的修养修身上。假如我们都是花在给孩子讲道理，没有花在我们自身的提升呢，那有可能我们会变得言教太多了，没有身教了。啊，那会言教者讼了。孩子心里不服了，你都给我们要求那么多，你自己都没做，心里有情绪了，有逆反的心了，那我们的言语的教导也是大打折扣了。好，所以我们得检查检查了，我们用功是不是用在本上，不是用在末上。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啊，谓之有也。谓之有，就是这事成不了了。我们该厚是厚在修身上了。可是我们现在厚在齐家上了，只在讲孩子上了。该厚的薄了，该薄的厚了。那叫本末倒置了，舍本逐末了，不会有太好的效果了。所以我们修身要下功夫了，修身首先行孝啊，所以要把孩子教好，首先自己要尽孝道啊。你们有没有听过哪一个家长说我要把孩子教好啊，首先我要去尽孝。哦，那这个人的认知就不一般了。好，一般来讲，我要把孩子教好，我赶快去上一些技巧的课程。哦，怎么把孩子教好？哦，这个课程啊，交费蛮高的。哦，钱花的多啊，但是他教的不一定是在本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啊，要依法不依人啊。你不能花很多钱去听某个人讲，结果他讲的跟大学不相应，跟世书不相应啊，那这个钱有时候白花掉了。
所以你要去上一个人的课啊，那他也要有述而不作的精神呢、啊，这个才比较保险呢、啊。哦，不然有时候他教的观念，你一进去了，你又不知道他讲的不对了，可能就受他影响，不自知。舍身容易啊，舍见难啊。他见解不对，一进去你又不知道不对，他就一直影响自己了。哦，所以护念自己啊也不容易哦。都要记住佛陀提醒的这些重点。这个是依法就是重点。依法不依人。那我们看这个写论文呢是一件事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所以论文完成是心想生呢、啊。所以心用对了。最后博士就拿到了。所以心是根本了。那我们学习啊，举一反三啊、哦。今天人家是讲写论文了、啊哦，那跟我们念佛功夫要得力啊，一不一样？这个理有没有通？有啊，要放下难的念头啊，念着念着，哎呀，好难呐、啊！我妄想那么多啊，好像扶不住啊。放下难的念头。若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老老实实一句一句老实念，自然深处转熟，熟处转深。本来妄念比较熟啊，慢慢就陌生了。要放下快，我们这个急于求成呢、啊，这个心念不放下，心是安定不了的。心一安定不了啊，我们考虑事情啊，都不是最好的状态。所以大学事有终时啊。终叫知止，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我们平常考虑事是虑哦，虑前面要怎么样？要定静安哦，不安。你哪怕在那里考虑事啊，可能都不是最好的方式方法。甚至在考虑的时候还带着情绪。那你说那真正去处理的时间精神都耗下去了，效果怎么样？我们回想一下有没有越帮越忙的情况。明明是好心啊。但是太急了，考虑不周到了，反而适得其反了。所以这个知所先后啊，则敬道矣啊。要思考事情以前，首先要念佛，把心安下来啊。像我们开会前呢。先念十声佛号，这个都不能走形式的。开会前念十声，用意在哪？心平气和来开会了，心比较安定来开会了。
所以不能急啊。啊，然后还要啊放下对啊这个以论文的例子，我们举一反三是放下对学术的成见呢。啊，我们念佛啊，啊放下对自己的成见，要相信自己。也不要因为自己以前修学啊，以前失败的情况啊，也影响自己当下的信心啊，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掉啊。也不要因为好像身边的人没有念得力的啊，我们就落这个印象啊，就觉得太，哎呀。这个太难了，那个都会落印象哦。其实我们要培养一个面对事情啊，都是积极乐观的态度。啊，积极乐观啊，就是面向光明啊。哦，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哈、哦。我们一开始说要跟阿弥陀的心愿相应啊、哦，哎。哦，那阿弥陀佛是没有黑暗的地方，没有消极悲观的地方。哦，我们现在性情啊，也要跟他老人家相应了。哎，怎么积极乐观？别人念的不得力啊，我们观察他不得力的原因，我们避免这些原因。好，我们看到得力的，我们效法人家得力的原因，那我铁定可以念得力的嘛，是吧？啊、哦，哪怕100个人里面只有2个人得力了，那我铁定得力的。为什么？因为我把98个人的错误避免了，我把2个人的得力的原因效法了。哎，不要着相啊！一看到2个得力啊，要吊起自己没信心的啊这个心念了、啊。哎，哦，所以这个观心为要啊，都要在自己的心念当中啊关照、转念，哦，下功夫。啊，当然，这个信心啊，也随着我们啊，慢慢这个都能转念呢、啊，这个信心就会越来越强了。哦，好，一开始打败仗啊，太正常了哦。啊，我现在败仗也是挺多的，哦，可是我们还是要乐观，哦，因为败仗很多啊，你还是拼命。拼了命的去对峙啊！阿弥陀佛看了很感动啊！哦，佛菩萨看了很感动啊！啊、哦，会常随在你左右啊，支持你的。哦，诸佛菩萨同体大悲啊！哦，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本觉本有。一定可以恢复，啊，不觉本无啊，一定可以去掉，啊，对佛菩萨同体大悲有信心，你这个信心真的提起来，佛菩萨同体大悲，你都可以马上感觉佛光到了，你的心越沉越静，就感觉到了。你越能感觉，你就越有信心了。哦，哦，我之前听老安讲经了，很早以前就听了。你真的肯老实念佛了，
都能感觉到佛真的在加持你。那你感觉到了，铁定这个信心就增长了。要去感觉到啊，欲施光泽，垢灭善身，身亦柔软了。所有疾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解脱啊！当你感觉到的时候啊，你就越肯念这一句佛了。你就会感觉到啊，我念这一句佛啊，跟继续随顺我的烦恼啊，是天壤之别啊。你这个感觉越深刻了，那我不能跟自己过不去了，你就越肯好好念佛了。这都要自己静下心来去感受，感受的越深刻，我们就会做出自己的抉择了。圣狂之分呢，在乎一念呢。所以师长也说了，常到法喜的人，你常到念佛那种身意柔软，垢灭善身的感觉了，那人家不催你，不提醒你，你都会很把念佛摆第一了。修行这件事啊，实在讲，不可能靠人家推的。为什么？有时候推大力了，我们还生气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护念我们的人还得小心翼翼啊。所以这个体会佛光啊，体会啊，父母老师啊，得要很用心啊，护念我们了，生怕我给我们推大力了，我们不高兴了，生烦恼。你去感觉一下，父母每一次跟我们讲话还得拿捏哦，你就会很感动了。所以这个心念放在哪，差别很大。你心念放在自我感受啊，那是一种状态了。你心念放在父母的老师的苦心啊，放在佛菩萨的苦心上啊，那感觉差很多了。就像我们念这个劝发菩提心本呢，念到生生世世随逐于我，心无善舍啊。掌握一切机缘啊，我们稍有一点善根呢，他赶快佛光铸造，赶快善巧方便啊，哪怕是视线一个啊一个人来到我们身边啊，增长我们的善根呢。所以我们也有遇到同修，有遇过这个以前的高僧大德，在他的生命中出现了，来点拨他了，那个都是给我们信心了，佛菩萨真的在我们身边。当然我说到这里啊，你们不要起个念头，那好像这个以前这些高僧大德也没来过我生命中啊，这个叫攀比性，攀比很容易生烦恼。
哦，我跟大家说，我们呢，这个心啊，要是都是乐观的，啊，光明的，好像这个我听到人家说，我有见过阿弥陀佛啊，我也不跟他攀比，我想我看看自己有没有老实念佛就好了，我就想。可能我还给阿弥陀佛比较放心一点，不用劳驾他，还要跟我嗨，不用这个信心不用他老不劳他老人家那这样我就不会落入攀比当中了，好。这个我们常常啊，在一切境缘当中透过别人的言行我们拉回来自身啊，关照受用啊，人家写论文，我们也有受用啊，提到的都是重点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成就哪一件事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地的功夫，不是其他的。心用对了，事都能做好。所以要在本上下功夫，心是根本。好。好，那我们看呢，下一个愿呢，所有一切众生呢，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啊，来生我刹受我法化，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第二愿呢，不堕恶趣愿。那这一愿呢？师长老人家有提醒到了。假如不是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都是有进有退呀。一退转呢，很可能又退到三恶道去了。因为毕竟呢，我们过去生中呢，这个三恶道的业习种子还是不少的。为什么知道不少？我们没学佛以前，像我自己，哇，这个五欲六尘的追逐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这样反观起来啊。这轮回路险呢，这贪嗔痴的种子还是太多了，所以得要待业往生呢，虽然阿赖耶识里面还有这些种子，可是往生之后是尘缘再来了，哪怕是到三恶道去啊，那有阿弥陀佛的佛力加持，那是去。结法缘呢？就像地藏菩萨到地狱去结法缘了。所以最重要的，不能再轮回了。一退啊，就不知道退到哪里去了。你看五祖戒禅师，他修行也是很功夫很高的，但没出轮回，下一世。苏东坡先生呢？这些公案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提醒。我们有一个同仁叫春花有一次吃饭呢，他就坐我对面。那当然，我们从事教学工作
跟人一接触啊，我们也期许自己提起一个使命感来，啊，跟人家结法缘嘛。哦，那吃饭也是一个缘呢，他刚好坐我对面，哦，我就有了一个灵感，我就跟他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啊？他一听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两个眼睛瞪着我看啊，哎。当然呢，我这么讲啊，还是有我在初中时候的一个经历啊。初中的时候啊，那个年龄啊，假如没有修行啊，这个荷尔蒙啊会起作用啊。哦，所以当时候我们一个女同学啊，就写了一个条子啊，递在一个男生的桌子上。被我看到了啊！我不是故意的哈，我没有把它拿过来，不小心瞄到了哈。哎，当然那时候我还没有学过十善业道哈，哎，这个不逾矩啊，人家没给你看，你不能看啊。我就看到两行字说：“落花有意啊，流水无情啊。”我一看，我看不懂，哦，所以大家就是知道，哦，我这个悟性不高啊，哎呀，这两句话都看不懂，哦，我相信你们都看懂了，哦，所以这个落花啊，这个春花秋月啊，我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啊？结果春花不知道怎么反应我了。哦，后来我就跟他说啊，以后人家假如跟你说"春花秋月何时了"啊，你就跟他说"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啊，不受后有就是我不投胎了，我不再搞五欲六尘了，啊，搞烦了，不再搞轮回这事了。哎，啊，当然大家听到我这里说。啊，这个承德法师说，不能谈感情，不能结婚了啊！我没有这么说啊，我说别搞轮回业了，啊，你真的走成家的因缘啊，那也是行菩萨道，哎，不是去春花秋月搞情子啊，越搞越厉害，哇，这个。不要说佛家都讲啊，连我们养正仪规都教啊！哦，训俗仪规里面都有教啊。教什么？你面对米啊，面对盐，柴米油盐啊，面对妻，面对子女，你都不能陷在。这些五欲的追逐，陷在情子里面啊，这样你的志气呀、啊、会被妻儿消磨掉的，是吧？啊、哦，你看，有的还没结婚前、学佛挺精进的，啊，结了婚以后哇，陷在男女这个玩乐当中了。他的志气就消磨掉了，哦，所以有见识的女子啊，不能想着啊，先生每天就依偎啊，不是依偎，应该是女人用的词啊，哦，每天都只在你身边绕啊绕啊绕啊，没有远大的志向那就不像大丈夫了。哦，所以真正认清楚啊，五欲六尘呢、啊、会堕落啊，警觉性高了，哦，那
成家，家里就是道场了，转成法缘了。当然这个法缘呢要怎么转，我观察呢，学佛的人呢，家里人认同的比例不算太高。哦，所以这里我们也要总结总结啊，从自己身上啊，也从观察到的同修当中啊，要汲取经验教训呢。哦，不能看到人家都经营不好啊，没信心了，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都要乐观面对，要 positive 啊，不能 negative。他学了，家里没有比较和谐啊，原因出在哪？汲取教训。好，人家经营得很好的，确实是有。我也有见过，见到了我们得观察人家怎么做到的，向人家学习哦。那经营家庭的关系啊，那是依报，那是齐家，那是末，本在哪？本在我们的心。佛法这么好，为什么我们学了之后让家里的人反感？最重要的心念呢，就儒家强调的，孔子说的无道一以贯之，就忠恕，能恕到了，就不会苛刻要求别人，就不会造成别人的烦恼埋怨。中庸讲正己而不求于人，你都是要求自己多啊，正己啊，我好好提升。你功夫下在自己身上了，结果自己本来脾气很大，很快的时间呢，脾气变小了。我相信你家里每个人都欢喜。然后呢，自我感受轻了，体恤别人强了，你的家里哪有不感动的？不可能的啦。所以这个心念呢，能转过来。好。那这个所作与办，用我们净土宗呢，拿到极乐世界的护照了。不受后有，不再搞轮回了。我为大师讲啊，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我们真相信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了。我们真愿意去啊。其实我们学习四十八愿呢，就是让我们越来越想去。比方说我们看到呢，前面这几愿呢，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我现在就很想有他心通啊。为什么？你从事教学，你不知道学生在想什么哦。你可能讲了一堆废话，不记他的机了。所以越经历世间的事啊，我说我一定要往生啊。阿弥陀佛一加持，我这些能力都恢复了，我就能更好去帮助人了。
经历的事啊，每一件事都在提醒我，赶快往生，赶快往生。哎，真的有这种感觉啊。好，我们看这个。啊，师长在第二愿底下，得是愿乃作佛啊，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啊，其实这一句话呢，出现了好多次啊。那不得是愿不取无上正觉啊，那佛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了，所以48愿全都兑现了。而这些愿的目的是什么？念念希望一切众生呢，快快成佛。你看，有神足通，一念情，遍游十方佛国。你分身去听了无量诸佛在讲经说法，当然提升的快了。啊，供佛，神足通供佛啊，修福。听一切诸佛讲经修慧啊，极乐世界一天这个福慧的增长不可计量了啊，所以诸位忍者要不要往生极乐世界？哦，你看这些愿念着念着的越来越想往生了，这个是宇宙间第一等大好事了。啊，这中了佛门的特奖了，好，这一些神通力啊，啊，老和尚，我们看，啊，在啊后面的讲解里面讲了，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他神通的能力啊。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啊，这个便宜占大了啊！你看他的神通，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啊，啊，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足，跟阿弥陀佛都差不多了。啊，老和尚说了，这样的能力啊。在其他法门要修到八地菩萨了，才有可能有这样的能力。我们现在才念几年佛，人家要修三大阿僧祇劫才有这样的能力，啊，我们念几年佛往生了就有这个能力了。哇，这么大的便宜啊，这么殊胜的缘，你真正看明白了，哪有不求生的道理呢？哦，当然老和尚说这么大的便宜啊，这个理很深呢。哦，等觉菩萨呢都不一定能够看得透彻啊，还要佛加持才行了。为佛与佛乃能知了，当然《无量寿经》里面也讲到了，是过去生中啊无量劫修习的善根福德今天成熟了，不是无量劫树根成熟啊，今天纵使遇到了也会把无量寿经啊，尤其这48愿呢，当做小说看呢，当做传奇看呢，不会相信了。哦，所以能相信也不是偶然的。啊，以诚供养诸如来啊，则能欢喜信此事了。好，好，哦，所以你看师长。这里讲到了，啊，这些愿都兑现了，
问题就是众生相不相信，肯不肯发愿求生。不是阿弥陀佛没有能力，问题在我们自己肯不肯。不肯呢，那就是我们自己啊有障碍了。不肯这个心念就是障碍了。好、哦。啊，你要问什么是障碍，你不愿意这就是障碍。肯障碍就没有了。啊，谁肯念佛啊谁就往生。啊，这个法门是平等法门。地狱众生肯念呢，他也往生，平等成佛啊！啊，所以无论你是修学大乘小乘，无论你是造业啊，造恶造善啊，过去都没关系，只要你回心转意，真肯念佛求愿往生啊，哪怕之前有造过五逆十恶，你肯。佛还是来接，个个啊都得生，啊，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第一稀有的功德，啊，那业障再重都不怕。你看王呆头，那个业障很重了吧？人家还念到开悟了呢。好，我们看下一个愿啊，我做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好，哦，这个紫摩真金色身呢，应该是金刚不坏身的啊。啊，师长这里说啊，我们这个肉身很脆弱。稍微受一点风寒了，就得病了，就爬不起来了。哦，我看到这里啊，我就想，哦，我现在也是，吹一点风就病了，这个身体啊，真不靠谱。哦，怎么办？赶快去换清虚之身。无极之地哦，所以这个身体的毛病啊也是在给我说法了。哦，哎，早一点去了啊，这个臭皮囊早一点能舍掉最好了。哎，这个臭皮囊是累赘啊，不要贪爱它了。哇，这个臭皮囊不好伺候啊。啊，每天光是伺候他吃三餐，花不少时间呢。哦，你看到极乐世界之后，这些时间都省下来了。哎，哦，所以吃饭的时候就越吃越想往生极乐世界，就太浪费时间了啊！还得煮，哦，还不是吃而已呢。嗯，哎，哦。所以这些净缘都在劝我们赶快往生吧，赶快往生吧。三十二种啊大丈夫相。啊，这个是随顺我们世间说的啊，往生之后啊我们的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就像下一个愿端正净洁悉同一类啊。那就是跟阿弥陀佛一模一样了。啊，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啊，第五愿呢，身无差别愿。哦，当然哦，你这一生就很用功念了，这个相貌就开始变了。啊，你看老和尚给我们很好的表演了。哦，他老人家的。八九十岁，哦，你看照的那个照片，哦，啊，有一次在极乐寺照的，哦，后来，啊，这个下面的法语就是六合敬，
这个啊，老人家笑得很灿烂的啊，我好像看过一个短片呢，啊，他拿着老和尚的笑容啊，啊，然后呢，这个啊，每一张照片呢，啊，他老和尚的脸之外呢，就是佛的其他的部位啊，哦，哎呦。这个啊，老人家真的是修的这个佛，就是好像就满月一样，让人看了都很欢喜所以你真用功了，哎，这个人中会变长哦，啊，耳垂会变大哦。哦，这个也可以检查哦。啊，当然不能用拉的啊、哦。哎，这个叫墨啊，要从本上哦，本上是相由心生哦，所以要从心里啊，佛号越来越多啊，这个相貌就会变相貌变了，你亲戚朋友看了会更有信心哦。好，那这个第五愿呢，身无差别愿。老和尚啊，在这里把阿弥陀佛的良苦用心啊，给我们点出来了。啊，为什么佛要发这个愿呢？十方世界的人呢，相貌不一样，相貌好的就骄傲，相貌丑陋的呢，不好的就有自卑感，都是烦恼。哦，所以啊，我们世间治病说，不治已病，治未病防微杜渐啊。哦，那佛法是治心病啊，中药是治身病啊。哦，当然呢，高明的中医师也会提醒啊，还是要保持心情平和，心情好心情不好，这个药的效果就打折扣了所以佛门强调啊，防止众生起心动念，这是慈悲哦。我们能考虑到，不要让他起心动念生烦恼。哎，人能这样存心啊，这个心就越来越柔软了，能替人想一个常理举要里面呢，这个礼者敬啊，他恭敬人。你见到失意的人呢，不要讲得意的话，是吧？人家刚好遇到一些事难过，哇，你还在那啊，讲得很高兴，很快乐，让人家难受了。包含你在老人面前，像我现在50多了，你在老人面前不能。我老了，哇！人家一听我还大你那么多，哎，这个也是面对境界清楚，你能体恤到别人的状态，你这个话就不会说了。哦，你看，面对可能先天有肢体残障的人，要格外恭敬。因为他先天这样啊，可能他有面对过很多人家异样的眼光，他必然会可能会比较敏感。这个时候，哎，你的眼神动作啊，不要让他造成误会，
好像你瞧不起他了，所以为什么要格外恭敬？哦，你看，李老这些常理举要，礼者敬而已矣啊，就是恭敬人。所以，当我们恭敬心有提起来了，啊，你不止啊，是落实常理举要这些教导，你会延伸到很多他没讲到的一些细节。你不能学一个会一个，那是死的。人同此心，亲同此理啊，哎，你就会把它延伸开来了。哦，好，那我们看这一愿呢，首先感恩阿弥陀佛柔软慈悲细致的考虑。哎，好啊，这一种自卑啊，我是感受很深的啊。因为我们这个长相不出众啊，啊，从小这个比来比去啊，很有感受。哦，所以就会越感激阿弥陀佛了。当然，好，我们看着老和尚这一段相貌好的骄傲，对我们也是一种提醒了。啊，长得相貌好的不能骄傲了啊！啊，相貌丑陋的，我们也不自卑了。哎，我很快就要取谦虚之身，无极之体了啊！啊，你等着，我马上就回来。啊，这个我们也不自卑了啊！啊，总要把烦恼转掉啊！啊，当然，我们学的这一段呢，啊，我们要懂得。怎样的做法啊，不会让亲戚朋友啊，或者是我们所带的员工啊、同仁生烦恼？你就学到阿弥陀佛的心呢，他的设想平等，大家长一样。哦，所以以后你到办公室去了，你就不能犯这种，啊，办公室有五个同仁，你就送了一个人东西，两个人东西，其他三个人生烦恼了。哎，我们会不会犯这样的错？哎，好，学了这一愿呢，以后不犯这种错哦。哎。你要送人家礼物的时候啊，去吃餐饭，有五个人，你就送一个人，哎，这送给你，啊，其他四个人起心动念，哦，这个就是做事啊，面对境界要清楚啊，啊，佛菩萨的心用在哪？哦，我们效法佛菩萨的心都要用在这些地方啊。哎，好，这里老和尚也讲到了，啊，你要清净弥勒菩萨了，你要到兜率内院去啊，这个不简单了，啊，佛门有一个公案呢，啊，好像有几个兄弟修行约好了，啊，去了之后啊，去了兜率天回来打个招呼啊，后来都没回来了。后来发现什么呢？发现呢，确实去了兜率，确实去了这个兜率天呢。但是兜率天呢，太快乐了。哦，那边天女长得太漂亮了，在外面呢，外院呢，就迷了，
进不了内院了。这个弥勒菩萨是在兜率内院的，所以标准比较高啊，到极乐世界呢，标准没那么高，所以这个黄念祖老居士讲经啊，我们要学到黄老特别会譬喻啊，你看，这个我们要考北大清华啊，要600分。可是呢，这个阿弥陀佛这个学校200分就可以了。这个一比喻啊，大家就很深刻了哦，200分不高了。但是你不能零分啊，这个零分那不可能上得了学了。哎，你总得努力努力啊，这个标准不是太高啊。可是呢，你一进去了啊，200分一进去了，于一念穷，遍游十方佛国了。你就可以这条路啊，更快呢就可以见到弥勒菩萨了。而且你去了弥勒兜率内院了，阿弥陀佛的学生，哎，贵宾来了，坐在前面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是清净十方诸佛菩萨最快的路。可能我们过去生很崇拜普贤菩萨啊，你见普贤菩萨，那你到华藏世界去，这个标准也很高啊，去了极乐世界都见到了。好，这个下一愿，这个我们前面呢也都提到了啊，这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俱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这一愿就有宿命、天眼、天耳。这些能力啊，这些都是报得的。一往生啊，哪怕是下下品往生呢，就有这些能力了。就能透过这些能力利益到跟我们有缘的众生了。所以师长这里说了，这个我们假如对自己的亲人喜欢的人呢，总念念不忘啊，希望帮助他们啊，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呢，没这个能力呀。所以我们要晓得，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的家亲眷属，无论他生到哪一道，我看得到他。他说话我听得见，他的状况啊，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时时刻刻啊，可以视线去帮助他。我们帮助家亲眷属朋友的愿才不落空啊！我们假如不往生，我们还在轮回，实在想是泥菩萨过江啊，自身都难保了。所以往生的那真有智慧、有能力啊。那我们这些心愿呢，才是真实的了。我们不往生呢，这些心愿都会落空哦。好，
好，那我们今天啊，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啊。这个我们48愿啊，好好来学习，来体会啊。我们学习完之后啊，再一起来探讨交流啊。啊，我们学完自己用的如何？受用的情况啊，再来交流啊。这个下个月啊，承德教学的任务啊，包含要参与的活动比较多哦。我们刚好7月汉学院还有学术交流哦，然后接着呢，有要到马来西亚、新加坡啊，参加宗教和平会议，这些都是啊，非常敬佩老和尚的宗教长老啊，你看汉尼夫先生，还有他的老师啊，哈比哈山先生，他们现在还很尽力的在落实老和尚的理念呢，那他们办的这些会议啊，我们也是去随喜啊，去学习啊。然后刚好下个月21、22、23呢，是啊，我们台湾办老人家圆寂1周年的纪念活动啊，结果。在下个礼拜啊，28、29、30啊，又是遇到礼拜六、礼拜天，香港也办了老人家纪念的活动啊，所以这个上课的时间呢，我看再商量商量吧，好像礼拜六、礼拜天比较不容易了，到时候。我们看看其他时间啊，再跟大家做联系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